已经烂到根儿上了，已经烂到底了。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份烂吧。现在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。新华社发文称，英国有七分之一的人吃不饱。底下的评论严重反弹，一片嘲讽。你这也太扯淡了吧。啊，你新华社不能扯淡呢。然后你新华社扯了淡，没人敢说你，说你你就在网上把它给禁了。整天他妈的胡说八道。真的整天胡说八道。我记得前两天还发了个文，说美国也有这个几分之几的人吃不饱。你说像英国、日本、美国这种在世界上都数得着的前几名的发达国家，有一半的国民，有三分之一的国民都吃不饱饭，有人信吗？啊，你们造这个谣，你们自己信吗？所以我觉得没希望，真的。